禮記有生養死葬的講法，足以見到中國人自古重視孝道，亦都尊重為亡者辦好喪葬後事。由七十年代開始，東華三院就已經為市民提供殯儀服務，到而家接近四十年，經驗豐富，是全港唯一一間提供非牟利殯儀服務的老字號。東華三院現時屬下共有兩所殯儀館，分別位於紅磡的萬國殯儀館及鑽石山蒲崗村道的鑽石山殯儀館。熱線查詢電話分別為2303-1234、2326-0121。兩館以客為本的服務宗旨，多年來贏盡口碑。萬國及鑽石山殯儀館是非牟利性質，提供的殯儀服務和外界當然有所不同。喪主有任何的查詢或者問價，職員都會細心有禮地答覆，封建有人，不會硬銷。兩館所提供的直接服務均以明碼實價為經營原則，無論在質與量都有嚴密的系統監察，當然有所保證。服務對象方面，較富裕的可以選用豪華得體的喪禮套餐，而一般市民大眾亦都可以選用廉價的套餐。萬國及鑽石山殯儀館以不牟利為原則，故取價公道。兩館幫客人擬定的殯儀預算絕無商業手法取巧，客人亦都可以根據本身的能力辦事，不至於失卻預算。兩館提供的殯儀服務明碼實價，不設外勤代表，因此可以節省中間人佣金。喪主可以致電熱線電話查詢，或者直接到萬國及鑽石山殯儀館尋求協助。職員會有禮耐心地解答問題，為喪主安排得體實惠的喪禮。為了方便市民一旦需要處理喪事，不至於彷徨無助、束手無策，萬國及鑽石山殯儀館於多年前創新首設免費殯儀諮詢熱線，服務至今均由專業的從業員免費解答殯儀預算，務求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士掌握所需資料。另外，早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萬國及鑽石山殯儀館便已經進行全面電腦化，由客人的殯儀預算至貨品管理，至落單報價及喪禮結算單收據等，均全部由電腦劃一處理，資料準確迅速，確保童叟無欺，客人的利益因此得到更大的保障。萬國及鑽石山殯儀館的收入扣除營運開支，全數撥充東華三院慈善用途，發揚寓孝道於慈善的優良傳統。東華三院作為全港最大、歷史最悠久的慈善志願機構，屬下經辦多個範疇的社會公益，包括免費醫療、社會福利及教育事業等，為社會提供適切的服務。所以在萬國及鑽石山殯儀館辦理喪事所支付的費用等同充實善款，為先人、為愛人間。一方面用的錢用得其所，另一方面又可以增加善款，絕對是一舉兩得。位于蒲岗村道呢栋建筑物就是鑽石山殯儀館，1977年已经正式启用，服务大众多年，为社会各阶层市民提供多元化的殯儀服务，有豪华套装，亦都有廉价套装，明码实价，封建随意，更加有为家境清贫同经济突然出现困难的家庭提供免费殯儀服务。为全面提升服务质素及贯彻尊重来时宠爱去得尊严的信念，鑽石山殯儀館於近年進行大規模裝修工程，館內環境舒適寬敞、大方雅潔，共有三間大禮堂和八間靈寢室，其中各層的大禮堂更加自成一角，獨立寧靜，適合進行各類宗教儀式。鑽石山殯儀館為了方便市民到館自祭，更於每日特設免費專車穿梭於黃大仙港鐵站及鑽石山殯儀館，每30分鐘一班，視乎需要更加會加密班次。來賓可以在黃大仙港鐵站 D2 出口稍作等候，即可乘搭免費專車到達鑽石山殯儀館。行禮後亦可以在館旁特設的候車處乘搭免費專車到達黃大仙港鐵站，交通可謂極之方便，親友自制自然就可以安心放心。
随着市民对殡葬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万国殡仪馆亦于1980年投入服务。万国殡仪馆位于红磡畅行道，地处交通要点，临近港铁车站，市民自制，交通便利。早年万国殡仪馆更加完成耗资4000多万的设施改善工程，馆内环境舒适优雅，设备完善，共有3间大礼堂，分别为孝思堂、福海堂、寿山堂及18间灵寝室。接待处亦设有先进的等离子荧幕显示屏，让客人一目了然，容易掌握当日灵寝室及礼堂的丧礼资料。除此，万国及钻石山殡仪馆更加有专业的灵车服务队，免费为丧主接载先人，暂储于殡仪馆特设的冷藏库。而两馆的殓房设施均十分完善，作为先人暂储等待出殡的适当冷藏保存。面对香港人口老化，对善终服务的需求亦都不断增加，但不少人对于生死仍然有所忌讳，以致一旦需要安排丧事，就会因为准备不足而措手不及。有见及此，东华三院作为全港唯一具备殡仪服务硬件和安老服务软件的志愿机构，结合两者的完整配套和资源，首创一站式和全方位的善寿服务计划。善寿服务计划的目的是给参加者可以未雨绸缪，预早安排殡葬事宜，认识及了解殡仪服务，令参加者及其家人在面对生命终结时可以不用担心，有所计划，达到老有所终。这项计划是绝不收费，任何人士只需要是香港居民就可以参加，而且参加方法十分简单，只需要填妥申请表格，交回东华三院属下有关单位就可以了。参加者即意愿人可以 在生的时候为自己作主，筹谋后事细节及事项，包括拣选丧礼仪式、棺木款式和财政预算等等。成为善寿会的会员后，万国及钻石山殡仪馆将免费替意愿人拍摄大相作后事之用，骨灰位这些成不钱啊，并按照意愿人生前的指示办理后事。一切于万国及钻石山殡仪馆办理的殡仪服务都最少享有9折折扣优惠，节省开支之余，务求做到尽善尽美，让意愿人可以安枕无忧。梗系好处啦，又唔使麻烦人哋啊嘛，唔使麻烦啲兄弟啊、叔伯啊咩，唔使麻烦佢噶啦，自己安心咗啦。而家几廿岁就即系我乜嘢都放低下，啲嘢就放低晒啦，乜都唔使你，活得自在会同我搞掂噶啦，爹。是啊，任你的意愿怎做就怎做，很好的。那个相啊，百年归老的相都不知道几靓啊，就是你们。来来来，都笑一下咯。好，准备，1、2、3。打得好妥当的，好好的。好像人家满堂仔孙那么好的。我有东华三院那么好搞，我就信晒的咯。那么一种大的机构。唔信信呢个啊！办理殡仪程序繁复，最紧要揾到可靠的殡仪代理。万国及钻石山殡仪馆除了提供租用灵堂服务外，亦设有直接殡仪服务，提供豪华套装、中价套装及廉价套装殡仪服务供市民选择，明码实价。更加有不少红伶明星曾于两馆办理殡仪服务。万国及钻石山殡仪馆不设外勤代表，备有资深的专业殡仪服务团队，全部由东华三院一手培训，并且配备东华三院的职员证。客人如果对服务员有任何怀疑，可以要求服务员出示证件或者致电热线电话查证。两馆的资深殡仪服务团队会耐心指导及协助有需要市民安排丧礼治丧程序，及指导办理一切以下的殡葬手续：提供专业分析殡仪预算、领取死亡证件、预订火葬炉、提供专业意见、协助购买棺木、
提供专业讲解，协助办理不同宗教仪式，提供东华义庄灵灰租赁位安置服务，安排丧礼治丧程序，安排灵寝室及大礼堂作为治丧守冶及大殓出殡。万国及钻石山殡仪服务团队提供专业服务，保证为先人安排好所有殡葬事宜，确保提供优质实惠的殡仪服务。为了方便大家了解更多有关殡仪服务的知识，让我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办理殡仪服务的流程。首先，先人家属或亲友可于办公时间亲临万国及钻石山殡仪馆办丧事，两馆的职员会详尽讲解丧礼的安排及作出建议，并为客人拟定殡仪预算，让客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办理丧事。有关价钱方面，客人可以致电热线电话或亲身到两馆查询最新收费资料。如果先人希望进行火葬，可即时向卫生署申请火葬许可证，并向食物环境卫生署预订火葬炉期。而万国及钻石山殡仪馆会派有专人协助丧主办理有关手续程序。先人家属或亲友可以按照不同的需要拣选棺木。万国及钻石山殡仪馆设有棺木陈列室，陈列多种中式及西式棺木，供客人自由选购，保证品质优良。两馆为确保棺木的质素，特设独有的验货系统，由资深员工负责专业验货，并系统地由客人自由选购，作为补充货源的指标，确保不同的供应商在质量互相竞争下提供优质的棺木。近年政府大力宣扬环保信息，有见及此，万国及钻石山殡仪馆率先设立环保棺正式销售线，方便丧主选用。而环保棺有下列多项的优点。环保棺的价钱较一般较传统的棺木便宜，采用蜂巢纸板制成，承重力高，美观实用，既可以减少砍伐树木，配合时下盛行的火葬仪式，更加可以减低空气污染排放物及先人火化后的骨灰杂质，节省火化的燃烧时间和燃烧时所需的能源。目前万国及钻石山殡仪馆推介的环保棺分高级、精装、中级及普通四类价钱，销售情况良好，市民可以因应不同的预算和要求作出选择。选择好棺木之后，万国及钻石山殡仪馆会按照丧主负责人的服务指示，安排丧礼的仪式、程序和用品等等。在仪式及程序方面，丧主一般是按先人的遗愿及所信奉的宗教决定丧礼仪式。每种宗教的丧礼仪式都有特别的程序及要项注意，例如佛教丧礼仪式会有尼姑念经，道教的会有南无打斋做法事，为死者消灾解难，超度先人。而基督教及天主教就分别会有牧师及神父主持安息礼拜或安所仪式。另外，两馆亦都会代办多样丧礼用品，包括有寿衣、经被、灵前祭品、灵堂布置、先人遗像照片、宝竹习作等等。以上所有的程序和用品，万国及钻石山殡仪馆都有专业的殡仪服务团队清楚指导客人代办，而且备有不同的套装服务或者自由组合服务，供客人自行选购，客人无需担心。万国及钻石山殡仪馆的服务收费无需任何认识的小费打赏，两馆所提供的货品及服务收费都会全部列于电脑打印之发票上，客人付款直接由殡仪馆师傅交收，并即时发回电脑收据。服务收费完全取决于客人需要，殡仪馆职员绝不硬销任何项目，只会专业地提供详尽的指导讲解。值得特别一提，万国及钻石山殡仪馆的直接服务均可接受信用卡付款，客人付款更加方便之余，消费亦更具弹性。
讲到经济有较大困难的桑主，万国及钻石山殡仪馆亦有专为生前是综援人士而设的优惠殡仪套装服务，同经社工核实家境贫困者提供的免费殡仪服务。先人出殡后可选择土葬或火葬，如果市民有需要安排灵灰安置，可以考虑东华义庄内的灵灰租赁位，位于香港大口环道的东华义庄历史悠久，占地6050平方米，内设凉亭花园、大小庄房，地灵人杰，福荫延绵。于2005年，义庄更先后荣获政府颁发的香港文物奖及联合国颁发的亚太区文物修复优越大奖。为配合市民需要，东华义庄提供灵灰租赁位服务，供市民暂时存放先人之灵灰。市民可致电2597681查询，或亲临香港上环普仁街12号黄凤岭纪念大楼申请。有关申请办法备有单张，欢迎市民索阅。而灵灰租赁位数量有限，义庄会采取先到先得的方式接受申请，额满即止。时下逐渐流行环保殡葬，家属或亲友除了可以将先人的灵灰安置于灵灰库外，亦都可以考虑将先人的骨灰撒于政府辖下的纪念花园，甚或撒灰于政府指定的海域内，亦即俗称的海葬，让先人回归大自然的怀抱。东华三院多年来致力为香港人提供尽善尽美的殡仪服务，而且一切收入扣除营运开支全数拨充慈善用途。选择东华三院的殡仪服务，除了达到老有所终，替先人办理优质实惠的丧礼之外，同时亦都造福社会，让先人为爱人间。东华三院资深专业的殡仪服务团队随时欢迎市民的查询。